不可能，哼，那么有钱，还跟我打工？对呀，是不是安娜？安娜，那个安娜，我看她瞅你眼神就不对，是不是她？是不是她？你是不是瞎呀？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我能干那么不要脸的事儿吗？我放大款。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我跟朋友借的。什么朋友那么有钱，借500万？好朋友。那你这朋友心可是真够大的，嗯，一借你500万，万一这钱让 Peter 花了，你怎么还他呀？我把命卖了还给他。你有几条命，能值几个钱呀？不欢迎我？啊，不是，那想到节假日还要见到老板，就让人有点笑不出来。我还想说你在这儿工作，我节假日正好多了个去处。那这样吧，在这里你也别当我是老板，也别叫石总，就叫时光。那我可不敢。什么？你的咖啡豆啊？我没带。我想今天就喝你们店里咖啡吧。我们店里的咖啡可都是廉价的咖啡豆。一笑笑，你还挺记仇啊。不敢，记仇会影响咖啡的酸度的。知道就好。那您稍等。想咱们店的咖啡了呗？想咱们店的人了吧？别瞎说。瞎说什么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哪儿不能喝杯咖啡呀？跑这儿喝吗？哎，你那口红那抹点，那脸白不呲咧的。这杯咖啡做的上点心啊，赶紧送过去，给我来一个巧克力胶卷。石总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对了，事关云王，发布酒会的致辞我已经给你发在邮箱里了，有空您查一下吧。我看过了，写的挺好，文笔不错。你平时工作那么忙，还来这儿打工，你不累啊？那您呢？节假日还抱着 iPad 看图纸，您不累啊？同是天涯不累人。那您慢用。笑笑，我母亲用过你提供的中药偏方之后，现在好多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我说句不该说的啊，我觉得您今天不该在这儿。那我应该在哪儿？应该去陪你母亲啊。其实老年痴呆患者最需要人陪了，别看他们好像看起来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样，实际上有家人陪和没家人陪大不一样呢。别真把自己当居委会大妈了。那您先忙。
母亲用过你提供的中药偏方之后，现在好多了。这排灯架如果已经调整好了就请升上去啊，灯架调好了升上去。音响师，音响师，我现在调话筒，你听着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 test one two three， OK 没问题吗？ OK， 谢谢小顾。哎，把话筒放好。好嘞。另外我跟你说，所有的桌子椅子请你们务必帮我摆整齐，你知道我最受不了就是不整齐。没问题。还有一个，这个，这金色布能不能换一下？石总，现在只有这一个颜色。石总，你看一下这个排名顺序怎么样？笑笑心，笑笑人呢。笑笑是你的助理，你都找不到他，我就更找不到了。真漂亮，辛苦了。那行，没一会儿见。陈局长搞定了。是吗？石总，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排名顺序怎么样？这幅生意你们为主，我们这是配合。这个 ，OK， 没问题，就这样。嗯，好。石总，规划局的沈局长在最后一刻确定了他可以出席，不过他就是没有办法上台讲话。他能来就是给天大的面子了。夏姐今天很漂亮，谢谢，你也是很漂亮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按这个顺序发了。嗯。怎么样？我是捐了吗？你希望我捐了吗？看来我挑选的衣服是不会有错的。可惜我已经过了需要被赞美的年纪了。我在赞美你吗？我明明是在赞美我自己，挑选衣服有眼光。当然了，挑助理的眼光也不错。谢谢石总，这身衣服确实很美。那我忙去了。时光啊，正找你呢，来来来。你开场的致辞真是太精彩了，给我 copy 一份吧。那是林笑笑写的，回头问他要。给你介绍个人。来，局长，容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规划局的沈局长，这位是咱们时光云廊的室内总设计师潘芝芝小姐。局长，美女好，美女好，幸会啊！一直说去你那儿拜访一下，你看这就碰上了，我敬您一杯酒吧。哎哎哎哎哎，干嘛呢？吃素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穿的这身衣服，我都恨不能绝食呢，连吸气都只能半口半口吸。现在终于知道穿薄露透不容易了。哎呀，穿薄露透绝食也就罢了，知道我这个高跟鞋才是要了我的命啊！太高了，我完全走不动道儿。真不知道那些女明星在地毯上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我早都跟你说了，平时应该多穿高跟鞋，经常练就好了。而且经常穿高跟鞋还涂盆呢。我知道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哎，今天特别正，女强人的范儿出来了。谢谢，我拿那碗。少吃点啊。小心你的衣服啊！哟，老康呢？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他呀，在包房里呢，接受专访。啊，又有新项目了，开心吗？我开心什么呀？我就是一摆设，陪吃陪喝。哼，摆设说的多轻巧啊！我还想做你这样的摆设呢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每天在家里晒晒太阳，喝喝咖啡，做一个漂亮的艺术品。
我还羡慕你呢，羡慕我多能干啊，满场飞，你是要上天呢你。哎，我咋还不上天呢？赶紧上天啊。笑笑，累坏了吧？我看你忙来忙去，跑了好多趟。还行吧。现在工作终于上手了，比以前顺手多了。干得不错，毕董啊、石总啊都在夸你。你坐吧，别老站着。好。哎，你穿这身礼服很漂亮，我差点没认出你。嗨，平常也没穿过这种衣服。还是挺不习惯的。玄凤，你平时有空，可不可以尽量的多来看看丹丹？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，也越来越懂事了。他老问我说爸爸去哪儿了，我跟他说你出差了。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太会撒谎，连孩子都看得出来。他老反问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。对不起啊，我这段时间真忙晕了，抱歉。没事，尽量的抽你有空的时候吧，毕竟孩子需要父亲。我知道了，周末我一定回家去看丹丹。好，那。我先去安排车，领导们也都该撤了。哎，小心点啊。聊什么呢？聊那么长时间。吓了我一大跳。哎，没聊什么，聊丹丹的。你是不是看你前妻打扮起来还挺好看的，你就后悔跟她离婚了？哪有啊。小心言子。行了行了，别瞎想了，来坐。我不坐，别人坐过的地方你让我坐啊？你这拿的是酒还是醋啊？本来是想拿给你喝的，现在不想。真吃醋啊？我怎么会吃醋呢？对呀，我想也是，你这么大气的女人怎么可能吃醋呢？是吧，女神。请个假啊，周末别给我安排事儿了，我回家看看儿子。回家？你回哪个家呀？你还有其他家？不不不是，回去看看儿子。回去？回回回？不，这次去看看儿子。口误口误口误。哎。老公，采访结束了。啊，顺利吗？不顺利。怎么了？让你给我挑个素的，你怎么给我挑了个细格子的呀？这细格的怎么了？他在镜头里闪。哦，对了，说这你也不懂。我不知道，你也没告诉我。哎，行了，下次让你挑什么你就给我挑什么，别自己自作主张。你说我这穿个西装不系领带，弄得我浑身的不自在，我对着那镜头话都不会说了。你对不起老公。哦，妈的电话。妈。春妮儿呢？啊，她在呢。找我。啊。喂，妈。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酒会还没结束呢，妈，一结束我就回去。那酒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凑什么热闹啊，在那？不是，妈。你呀，就是爱出风头，赶快回来。妈，春天这就回去啊。回去吧。哎，还没结束呢。你都没走呢，
我是你太太，我走了，这多不好啊！这没什么不好的，你家里有事儿啊，妈需要你陪，回去。妈没什么事儿，她就想让我在家待着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。那你说就是嘛，我天天在家待着，那犯人还得出来透透气吧？就是宠物，也得出来溜一溜吧？什么犯人宠物的？这话多难听啊，说的，啊？你记住了，你不是潘芝芝，更不是林小小，你的舞台是在家里，你记住了。现在妈需要你回去陪她，你就要回去陪她，明白吗？回去吧，我不希望出来时候再见到你。擦一擦，别被人看见了。春天，这几年你到底过得好不好？黄金地段推出的时光明兰楼盘，你们将准备如何安置拆迁户？一个企业家成功与否，物质财富只是表象，社会责任感才是衡量其价值的标杆。安得广厦千万，笑笑，你回来了，快来快来，快看，电视上正好放你们公司的新闻呢。啊，是吗？我们给拆迁户多发了补助，让他们作为过渡，并在城西的化工路启动了绿色天城这个项目，来妥善的安置城市，并把其建设成为成熟的现代化的社区，为我们的城市改造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。化工路上要盖住宅小区了，你回来怎么没提起过呢？咱们可是化工路上的老坐地户，你就是在化工路的工人大院出生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妈，五元化工厂搬走了。哎呦，去年终于搬迁了。你房阿姨搬的时候，我还特意买了年糕送去，祝她年年高升。你忘了？这五元化工厂是市里挂了号的污染重灾区，怎么前脚刚搬走，后脚就盖房，能住人吗？这污染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清除的。你爸爸就是污染的受害者，40刚出头就走了。不说。我以为他过得很幸福，但其实他一点都不快乐。他老公根本不爱他。你怎么知道他老公不爱他？你不能因为说看见他老公训他两句就说他不幸福。天下哪对夫妻不吵架？不是，我看到他眼神了、啊，我知道骗不了我。不快乐又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想干嘛？不会又蠢蠢欲动吧？啊，还想再重蹈覆辙？
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幸福或者是不幸福，重点是那都是别人的生活，不需要你来替他操心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忘不了他？忘不了他正常，我理解，但这并不说明你还爱他，只是也许是你的生活没有以前过得好，你的生命里边还没有碰到一个人出现代替他在你心里的位置，仅此而已。跟他分手以后，我就到了美国，跟他说家里帮我安排的未婚妻结婚了，但我很不开心，结了婚以后我就开始酗酒，很严重的酗酒。后来我进了戒酒中心，在戒酒中心里面自杀了，被送到医院去，医生诊断说我有躁郁症。那几年的时间里面，我都随身带着躁郁症的药。后来是所有人都同意我跟我老婆离婚，我才慢慢好起来。好起来就好嘛，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愈合的伤疤何必再把它撕开呢？对大家都不好。我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离他远远的，越远越好，这样对于你们俩都是最好的处理，明白吗？嗯。其实再看到他，我已经挺开心的哦，已经挺开心的了。你看那边，啊，这里，喂，那么多美好的选择都在等你呢。为什么你的眼睛就只看到他呢？把这心打开，眼睛看出去，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，不错啊。再给我们两杯酒。谢谢。能住人吗？这污染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清除的。进。石总，您要出门啊？是的，我正打算出门。我要去城建集团开一个会，怎么有事儿？我可不可以借你五分钟说个事儿啊？怎么了？你看看这个。这个是绿色天城那块地吧？给我看这个是干嘛？这块地的前身是五元化工厂，我就是五元化工厂的职工子弟。我爸是厂里的车间主任，在我12岁那年得癌症去世了。我直到上大学的前一年，才和我妈从职工大院里搬出来。林笑笑，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能不能长话短说，摘重点？我是想说，我对这块地太熟悉了。所以呢？石总，你知道吗？这块地是我们市的污染重灾户。直到去年才被勒令停产搬迁，我想这么短的时间就要建造小区安置拆迁户，那污染的问题能解决吗？这环保指数能达标吗？但问题是这个事儿不由我们负责呀。
我们只负责设计和建造房子。我知道这事儿不归我们管，不过我就觉得这事儿关系到成千上万的拆迁户的切身利益，我们总不能完全不闻不问吧。哎，你前夫不是康瑞地产的设计总监吗？这个事儿你找他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开会去了。哎，石总。啊，对了，这周你替我约你前夫简芳一块儿吃个饭，时间跟餐厅你来定，但是你务必要参加。我？你快看，这个是谁在这儿打枪的呀？我。是你吗？嗯。你告诉奶奶你打枪怎么打呀？哦，再告诉奶奶这是谁呀？我。啊？这是谁呀？姐姐。奶奶去开门，你在这儿等着啊。嗯。啊。哎呦。阿姨，哎呦，是我啊，芝芝，芝芝啊，你今儿怎么想着来我这儿了？哎呦，一个客户啊，就在你这附近，我忙完就过来看看你。哦，哎呦，思康，快来，叫小姨，快叫小姨，叫小姨抱抱。哎呦，抱得动吗你？慢着点。哎呦，哎，你看我多像个辣妈呀啊！哎呀，你想想姨了没？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个不是给你的。这个是给奶奶的。哎呦呵，小姨给你拿了一个超级超级甜的苹果，你看啊！天哪，超级甜，超级甜！快谢谢小姨。谢谢小姨。哎，真乖，快来！呦呦呦呦，看看建峰长太可爱了，还让你花钱。哎呀，这个是小意思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伯母，你拍照片呢？啊。看看我们思康可爱不可爱呀？太可爱了！你再看看思康和思纯两个人长得像不像？像，真像。虽然呢，这两个孩子是两个妈生的，可是长得呀还真像。伯母，嗯，您真是太有福气了。哎，有福气，有福气。也不知道我们家思纯呐。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思康，哟，奶奶给你洗洗好不好、啊？小姨，给你玩这飞机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飞机和恐龙大战！我代表飞机舰队，小比你的恐龙。啊！回来。陈妮儿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你今天怎么那么闲呀、啊？我这不是来看看伯母。妈，我们去厨房啊。行。去跟奶奶玩。思康啊，过来。来。哎呀，你可快进来吧。老太太问你了吗，思纯？能不问吗？你怎么说的？我岔开话题呗。这东西都是给思纯买的。那我给谁买的？你刚好来了，今天帮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去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傻啊？我来看一趟老太太，这东西我再大包小包拎走，我怎么解释啊？她不起疑心？也是啊，那我明天送过去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这么操心啊？心都操碎了。思纯现在过午不食，中午以后就不吃了。她才多大呀？18岁长身体呢，她不能这么减肥。你帮我劝她，不能这样。哎，就是没文化真可怕。啊，过午不食不是过了中午就不吃了，是晚上5点以后不吃。伯母，妈，芝芝，哎，思纯在你家啊？我，你们为什么要把她藏起来呀？你们为什么要骗我呀？没有要把她藏起来，伯母，你，你只告诉我。思纯在不在你那儿？在我那儿啊？不，思纯在我那儿，你还不放心啊，伯母？干啥？带我去见她。哎，妈，思纯她
他就是到外地去实习了，他刚回来，他住在校，不是芝芝那儿。谁让你说话了？站一边去。思纯为什么不回家呀？啊？他一定是出事了，是吧？照我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你现在跟我说什么，我也不会相信。我要亲眼见到他，快点带我去见思纯。谁让你说他怎么办呢？那我能怎么办呀？有啥不能说的？你让我求你是吗？快带我去呀，芝芝。有啥不能说的？走，看看呀，妈可跟你说好了啊，一会儿不许发火，目的咱们是让孩子回家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，妈。老康，有什么话回家好好说。开门了，开吧，开吧，别发火啊。哎，知道。思纯，思纯，思纯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老公，我打东西。干什么？滚回家！干什么呀你？你说好呀，好了吧？打死我吧，打死我就省心了。不是，打死你！打死我呀！我今天就打死你！滚回家！打东西！让邻居多人替你担心吗？啊！我今天好好管管，打死你！你打吧，你打，打死我吧！打呀！打死你！哎呦，妈，阿姨，奶奶。妈，回家，跟我回家。我站住！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干涉我的生活。没权利，谁有权利？你再等我。你再等我，还抽你！祖宗啊，祖宗，你们俩真是我的祖宗。康桥啊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刚把他给找回来，你是不是还想把他给打跑了？妈，思纯现在这样全是您管的，这丫头早就该管。我不要你管，你没有资格管我。你再说。行了，别老把你爸当仇人，他是为你好。你给我闭嘴，卑鄙小人！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！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在美国学的这个，没大没小，不知道尊重长辈是不是？对，康桥，我就是在美国自己一个人学成这样的，怎么了？妈，行了，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！思纯，你给我上楼去，上楼去！哎，春妮儿啊，哎，你也是。你明明知道我们两个人找思纯都快找疯了，就差报警了，你怎么装得跟没事人似的？回到家里你一个字儿都不漏啊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妈，那个我……你什么呀你？你就是想把康家弄个鸡犬不宁，你就踏实了，对不对？妈，您这是冤枉我了。我冤枉你？我一点都没冤枉你。你呀，你就是想看思纯的笑话，你就是把康家折腾这样，你就踏实了，就满意了。老康，你说句心里话，我蔡春妮是那种人吗？我什么时候是想看咱家笑话，看咱家鸡犬不宁了？我都是希望咱家好。春妮，这回你确实做的不对。你早知道思纯在哪儿，你跟我跟妈说一声，我们着急了那么多天呀，你说有你这么办事儿？可是，这事你让我怎么说呀？他在外面干的事，我怎么回来跟你跟妈说？他在外面干什么事儿了？是啊，我孙女干什么了？问你呢。他非要跟个50岁老男人去私奔同居，你说这事我回来怎么跟你和妈说？我只能先把他摁那儿。蔡春妮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要爆料是吧？行啊，那就一起报，谁怕谁啊。我跟你说，他天天躲在书房喝红酒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娶了一媳妇不抽烟不喝酒，特别的纯洁吗？我跟你说，都是他装的，他全在装，就是个骗子，骗子。
你告诉我，那50岁的男人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就是的，怎么样吧？你说什么怎么样？老康，行了。你说怎么样？好了，疯了，都疯了，疯了，哎。哎呀，你长本事了你！你告，敢告你爸爸？哎呦，行了，妈，这孩子就得管了，要不然早晚得出大乱子。以前他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子的？张强，你给我爸爸打开！思纯呐，思纯，你听奶奶说啊，你爸爸这样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别再敲了，行吧？听话。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啊！哎呦，思纯，你慢点。思纯，哎呦，思纯呐，你可千万别跳啊！妈，听奶奶的，不许跳。妈，你可别吓唬奶奶。你们不放我出去，我就从这跳下去。哎呀，思纯，你别吓唬奶奶啊！别吓唬奶奶。你跳，你给我跳一个看看，反正不高，摔不死你，摔残了我养你一辈子，省你出去给我丢人。哎呦。哎呦妈，回去，快把钥匙给我，给我钥匙。妈，这孩子全是您惯的。你给不给我？啊，你不给我，我就给你死在这儿。妈，老康，你不能这么管孩子啊。那怎么管？你不放我出去是吧？不放我出去，我真跳。思纯，你别跳啊！咱们还有没有备用钥匙啊？有，妈，我去拿。好，你等着，奶奶给你开门啊！别跳啊！妈，等着我打不死你，跳。跳不跳？我就真敢跳！不跳！你别管了，妈！妈，你慢点！我告诉你，开什么门？不许开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不许开门！管孩子不是这么管的，他现在正是叛逆期。叛逆期怎么了？啊！把他放出去，找一个比我还大的女婿回来。哎呀，那你这样管他有用吗？啊，你自己女儿都叛逆不知道啊，他已经成年了，自己路要靠自己走。你当爹的不能管他一辈子吧？对，川宁说的对，我赞同。就川宁说的，川宁，快走吧。行，哎呀，行了。开我。看来这丫头我是管不了。哎呀，这样，川宁，快开门。思纯，思纯，思纯。